说话就说清楚，别没规矩，有客人在呢。说什么话呢？这都一家人了，还什么客人呢？悠悠，你妈一样，看看，看看，这就是不专心吃饭的后果。打我！小鹿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多照顾他，他干什么事儿都毛毛躁躁的。你看，你看，小鹿对悠悠多好。哎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？啊？前些日子陆主编被 Chick 开除，是不是找不到工作，想利用最后一点名气来刷点存在感？你就是陆星辰的展示模特，可是我担心。别担心。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彻底消失吗？就算是不能消失，趁他还有点热度，你再加把柴，让这火烧得更大，你总会做吧。